油哥这边超快的哎、欸，这一段哦，这一段上来他可能动力比较大，看他上跟他，我感觉超劲的，嗯、而且劲到快上面几个弯没有多久，我水温就抓高了，车窗到这边水温就抓高了。那请问他法夹弯怎么过？看他车我等超快的，这边没有跟到，其实都跟不到。
之前没有补那一块更惨。欸，我觉得上坡比较好开，下坡可能下坡关系刹车吃很多。好像不是杰克的声音，是咱主管的声音。AJ 就会带个一两台，两台就是其他人，他们也会走这边。